把这个拿出来，就变成减掉100X加上Y，因为我们把什么东西呢？把前面的整个数字的前面整串叫做什么呢？叫做S。后面叫做什么呢？叫做Y。所以就会一个名词称为什么呢？100X加上Y。那我们再看一下东西，那新的数怎么排列呢？它把这个数字会变成69，然后后面是什么？后面是58一。好，所以69581，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听那个 ask去他澄清，他说他的算式都是从答案里面去推的，对不对？而且那个我们的指控是从第三排的第不知道一二三四后面不知道谁讲的，知道吗？哦，是，OK。想什么？OK， 好，其实那个思维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从答案里面来看待这些数字。对的。如果对掉之后，来对掉之后，这个一定要叫做 S， 叫做什么呢？叫做 Y。 那这个数字就会变成69000，加上多少？加上58一，风气，对不对？哈，风气不要加坏37号，知道吗？OK。老师，风气记一横，风气记一撇，风气记一撇。这新的数字，我课堂上不记的，哈，我做过课堂上，基本上应该是由任课老师来处理。